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哇我特喜欢他们现在的状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见过很多从小习武的孩子，就因为练的时间太长了，很少跟外界接触，太严肃。这小伙子你看长得多漂亮啊，特别我俊呢，除了眼睛大点，其他跟彭昱畅长得一模一样。哎真的真的真的好像好看呢。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，你们俩往这一站，真的好可爱啊。就是他是双眼皮，你是单眼皮。我也其实是内双啊。你是内双。